那那个诗篇记十二章第五节的这样讲到，上帝的翻译是来说要读好基本词的得救，但是呢，人们要讲要读好呢，是说一只爱的心，爱上帝的福音，爱上帝的法词的得救。那这个诗篇记十二第六节这样讲到，因为到上帝唱出的翻译就是真正的无差无假的，像这个软真正的软用的真正的旧软用的七零才给这些个连亲像这个软变旧水的软无假装的软，这就是上帝唱出的翻译无假装真正的是来说要合理心要渴慕的心来签上帝的翻译，这个得救，因为佮唱出本身个得救，要佮平安，要佮快乐，要佮开心，要佮平静的心里头，日后离开了世间，这个热天灵魂要得救，那系来三相信呢个上帝的福音，上帝的翻译，这个得救，阿门。